是要尊重，唯独对尤毅不用。他昨天刻意污蔑我们公司，明明知道那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还刻意讲说那是我们素花园，而且他在记者面前强调两次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我说了，对其他人还是个务必要尊重，不能有其他人受伤，尤毅的部分除外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该做的部分我还是做，对其他的志工朋友，通通小心，不要去轻慢他，有可能有受伤的，你们就不要有动作，我宁可进度慢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们已经几天没有进来了，之前发生的，这位尤先生刻意栽赃抹黑我们素花园公司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我是不能容许的。谁做的，有本事你就去针对谁，不用刻意栽赃抹黑、污蔑。我不管他们怎么去开直播台，很简单，顺便把这件事情让所有的护树的朋友、全台湾护树的伙伴通通知道。接下来会请我们同事把他们在树头上面去踩、去把它弄泥、弄烂的这些镜头、这些影片全部都播上网，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。我说了，我本来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尊重，有意既然要这样子对我们公司，他要挑起这个战火，很简单，我奉陪，我奉陪，好不好？你们去做，我们今天该做的、该弄的，我们还是去做。